OK， 我哋呢個紙樣呢，係個胸圍係94，腰圍係84，座圍係96，三長係68。咁我哋畫紙樣畫一半，所以個胸圍呢係47，腰圍係42，座圍係48。咁我哋一陣會用到呢個胸圍嘅三分一嘅尺寸，即係三分之 B， 15.6。 可以先 mark 低呢一個數字，一陣間會用嘅。咁啊，我哋由後幅開始畫。咁首先我哋畫咗一個角線先，由個角線開始。咁喺呢一度，我哋叫做零啦。咁零就畫嗰個三長啊。 咁我加呢一個紙樣呢，我就個三長就68 L， 然後0到 L 就1/2，1/2嚟到呢度，然後加2.5，落2.5。 2.5就係個腰圍，然後我繼續畫，由腰圍墮落去18，墮落去18就係座位 H。 咁個胸圍呢？ 就係由零墮落去三分之 B 1/3，就係15.6，15.6，然後再加7，再加7。 7/3 B 即係15.6，呢個就係空線。咁我哋有咗空線、腰線、座位線、三長，我哋可以將呢啲線全部打橫延長佢。 OK， 我哋由下低三長嗰度墮入去4.5，由呢點同呢點畫一條直線。 撞到呢一個腰線呢點，然後畫入去1，咁我哋再將呢一度 join 埋佢，呢度 join 埋佢，咁呢個就係後中線。 但呢兩度會有少少起角嘅，所以我哋會揾把彎尺畫返順佢。好，咁我哋攞到呢一個後中線啦，咁我開始畫打橫嘅尺寸。
在空線這裡呢，我是讀三分之一 B， 即是 15.6， 由這裡讀 15.6， 然後加5，加5，在腰那裡同樣度15.6，然後加2，在三腳那裡同樣度15.6，三分之一 B 15.6，然後加3。五、二、三，咁呢度全部都係三分之 B， 三分之 B， 只腳又係三分之 B， 咁我哋可以用彎尺嘅中間呢一段度，然後將呢兩點裝埋佢。有少少弧位，但我哋畫嗰陣時咧，可以畫入少少先，先畫入少少先。我係反過嚟喺上高啲點，又係畫入少少先，然後先至用翻彎尺喺呢一度畫翻順佢，咁你就會可以畫到你想要個點㗎喇。咁我哋頭去睇到啦，後中線呢一度啦，就唔係90度角嘅，咁所以我哋會畫翻90度角，撞翻呢條線，用把角尺。保持翻90度角，咁呢度會下邊保持翻90度角，好，我哋繼續後幅嘅上半部呢一 part， 有兩個數我哋可以 mark 低佢先。我哋會用到六分之 B， 即係47嘅六分一係7.8，另外一個百分之 B， 47嘅百分一係5.9。我哋 mark 低呢兩個數。好，開始嗰陣時候我哋會喺個空線嗰度呢一點延長。這個垂直線，然後由這點 mark 百分之 B， 即是 5.9， 5.9 來到這裡 5.9 百分之 B， 然後加1來到這裡，可以打橫我條線，然後向這邊畫 0.8， 再畫 0.8， 兩個 0.8， 好， mark 低了這幾點呢，我們看回這裡頸這裡0這裡，我們由0這裡度過來六分之 B， 即是7.8，来到这里，然后加0.8，0.8，然后就画上去。OK， 好，我哋而家需要用一個角尺，
一邊是五，一邊是十五，去撞出那個肩斜的點。咁即係十五咧就掂到呢個零，然後五咧就掂到上高呢條線。就會撞到頭先我哋畫上去嗰條線嘅呢點。咁我哋用把彎尺最末端嗰度，由一嗰度擺，由一嗰度擺落去，就用呢一個彎線就畫到頸嗰個位嘅啦。然後我哋延長呢一條彎線。延長出去 0.8， 延長出去 0.8， 就到呢度。咁呢點就係肩膊嗰點，我哋叫做 N 個頸嗰度。好，咁我點樣攞到條斜線呢？我哋就喺呢一度度落去二，然后